刚刚在上面准备那个片花的时候，发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是1428的我自己做的一个片花和我剪辑师 Mary 做的一个片花。我觉得仅从版本上，仅从这个文本上，其实就蛮有趣的。那我们可以先请刘卓放一下这个1428的片花吧，先放那个 Mary 的，好吧？爬到这里去上街，哦，来打厕所的，哎呀，你们把它扶上，就从那个山摔倒，我们说啷个办？垮成这样，又没法了。你看，拽到这没法嘞。哎，我说的，把我们乡，把我们农村头，我们也垮了。只有把农村头修的才来，又来把要建修庙，又来那农村头。有些百姓他就不大能保人，连他自己都保不到，自身都是毁毁了，这个哪里管到神里呢？因为这个地震啊，地震是天地之间的事，晓不？我娘抱，估计我娘抱肯定要来。你看今天路上全部他们在扫，扫干净。政策好得很，一下下来就变了，就往这个水样就钻了那个沙沙后头去了。有些灾民呢，我说过了，老实话，有些房子推垮了的那种，还是纯粹是灾民造孽搞。有些跟你说，内会地震还是整点。像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其他，从我个人理解哈，他们外国人都带不带，他们没列子不抢我们的中华领土的。他们没得这种思想，哦，所以我就很感谢他们，感到也很幸福。希望他们永远不老，他们才真正应该万万岁。今年子才卖40万块钱，治疗谁的？要是把给了就不得，还说修房子，咋个修起？这个推了，没打个跑跑。那咋拉走？那咋也没那么拉远嘛？他就说要开刀子，他拖到这硬件了，说拖到这硬件了。你是哪里的？北京的。啊，北京的。您是媒体的吗？还是自己来那个？自己。妈呀，怕这水了，地上了。你该做呗。文大爷该为不司法学考康熙了。哦，是骗的。到底是为这个只有这个？早是有钱的，不对哦。问题个人负担。他捡钱了，他不可能给你放出来，对不对？说的真实的，他就不得捡。他绝对要捡钱了，他可不可能给你弄到手？姥姥，老回去要饭。这回土地干什么去了？这回土地神干什么去了？土地菩萨们，地震都弄垮了，都没得，就没得这回来。哎，我说他干什么去了？这回地震他为什么不管是吧？哪管？我提一个问题。遇难者太多了，没地方处理，就全部放这个，肯定。
大概就是八千人左右。宝坝中学，也就是北川中学新校区，是那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前一段时间在八月份的时候，上面是打两层水泥，八月份的时候，它那个水泥都裂开了，因为人太多了后发酵膨胀胀开了。都没得出来的这个。哎，你这里是灾区，关键以及工作人员全部遇难，全部垮塌在这片废墟当中。凡是在场的啊，全是房子，还有很多单位被埋在下面，一直流。我觉得我们这边啊，那他观念改变了，现在就不想沉下去，反正有钱又用不钱，又要挣又找，沉下去有钱的几百万、几十万的，什么千万的死了的死了，就还是。钱也没得到，人啥都没有那个。你那里还不污染？在这儿都看到蚊帐没有？喂，来来来，把我们喊掉，或者几百年才搞这么一次啊！啊，搞一次了不得，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们，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牺牲一点人。全部是农民房子，农民房子修的里侧那个，
哎，包括那儿也修得相当小。我水泥该用五八吨的，我只用三八吨。到这钢筋该用二十二的螺纹钢，他用的是十六的螺纹钢。他使的是原钢，不是螺纹钢。原钢啊，它全部都是原钢。你妈呀，这样整！有十万块钱以上可以骑啊，不得十万块钱以上就要别骑啊。后面放的我自己做的这个呢，是在第一次拍摄之前，第一次拍摄之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当年的，这是 ASD 还是当年的广州纪录片、广州、对大会的时候，我做的一个版本的这个片花。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素材只是第一部分拍摄的素材。那么，Mary 的剪辑呢，是在整个应该说是在我们确定了剪辑思路之后，在我们所划定的这个素材范围之内，重新剪辑的这个。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我刚刚在楼上快的看了一下，我觉得，导演跟剪辑师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你看，其实我是沉溺于我觉得抒情的镜头或者是情绪的镜头，对吧？但是剪辑师他会很快的去进入到叙事，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你看到可能发生的事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差别吧。当然我今天有另外准备的一个发言，所以这个就先不讲了。所以你准备的那个今天比较认真有吗？你今天做，所以你早上本来是在家好好的准备了嘛，是吧？是对，特别谢谢那个海滨，因为他其实他是在什么备课啊什么，然后被我们找来。没有，我是想，因为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剪辑师吧，那可能更多的是导演，我估计哈。所以我作为一个导演呢，我想那从我是大概从2007年开始跟剪辑师合作，2007年第一次只是修改，对，只是修改一下，然后一直到今天。在那之前你的作品都是自己剪的，对，基本上自己剪的。
就是包括铁路沿线人面桃花等等，就是海滨在这个散之前的作品。对，我觉得这个有赖于现在技术的发展啊，比方说我们过去我们认为拍电影它是一个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事情，但现在有了 DV， 有了剪辑的电脑的剪辑软件，我们真的可以一个人来完成一部电影哈，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那我自己呢，我觉得就是我从2007年以后我开始跟剪辑师合作，那我经常把因为我过去有一些绘画的经验啊，我早年学过画画，那么我经常会把拍电影这件事情跟我画画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那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团队了嘛，那而且我有跟我合作的剪辑师，跟我合作的摄影师等等，所以我觉得他跟我过去的绘画经验略有不同，就是我过去是我可以一个人在画室里面面对我的画布，那现在我需要跟一个团队一起来合作。但是呢当我考虑到我要剪辑一部影片的时候，或者当我考虑剪辑的时候，我觉得他与绘画的经验又仿佛有了一种相似的感受，就他又成为了一个人面对一张画布的感觉，就是你仿佛是你有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无限的，我们是要面对我们有限的素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想比方说我们画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假如我们画一个人物，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物的基本的肌肉骨骼，那就像是我们了解纪录片的一些特点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纪录片当中我们要表现的人物，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事件，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准确的把握。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纪录片的技法技巧有一个了解，那实际上就是像我画画的时候，我要掌握一定的技巧，那我要一定的表现的能力。那在这两者都有了之后呢，我想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个人的发挥。那我记得我跟我在跟这个 Mary 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剪辑台上聊天，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像 Mary， 应该他不会喜欢摇滚乐。我觉得他应该喜欢稍微经典一点的，或者是爵士啊。哎，可是我发现他对摇滚乐很了解。然后我就故意的去说了一个我觉得他有可能不认识的人，但是没想到他知道，而且他知道的还蛮多。那我就我们开始聊，那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作为一个剪辑师，他需要了解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他必须要有这些背景，他才可以去跟一个导演去合作。那么回到刚刚我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绘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上，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背景上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画画的时候，刚刚是我们在绘画前做一些准备，那我们现在假如真的要画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打一个草图。那在我的习惯上，在我的剪辑习惯上的时候，那我会先在纸上去做一个剪辑，我喜欢在纸上去画来画去，我跟 Mary 几次合作都在我的工作室有一张很大的那个纸，然后我们画了，基本上会涂很多遍，然后最后被他收走了，他拿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就是我会把我的想法不停的重复的写在上面，有的时候我会改，那有时候我会再改回来。那在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帮我建立了一个立体的一个对影片的想象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知道绘画也不等于是照相，那纪录片
剪辑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还原，它其实是一个创造，啊，它其实是一个创造。那我觉得，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就是纪录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英文它在英语世界它的完全的意义，那但是在中文的时候，它更多的强调的是拍，我们从这个纪录片的字面上看不到剪辑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剪辑在整个影片的创作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无论怎样呢，我们的一张画，假如是一个我们去评价画一张绘画作品的时候，我们知道绘画这张作品的这个画这张作品的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影片对于一个剪辑师来说，或者说对于一个剪辑师来讲呢，那他在影片当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这个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开始哈，就是我是不太习惯于把我自己的想法去跟一个人分享，然后尝试让他来把我的想法呈现出来。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当我选择这种工作方式的时候，有比我的想法更好的或者是更丰富的东西会进来，然后它会刺激我，也会让我的想法重新开始，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发展，一些延展。所以我慢慢的开始接受这样一个工作。那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过去曾经自己剪辑工作，那现在我跟剪辑师合作，那我也愿意把一点点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无论我大概两点吧，我们就摆脱这个，我们就脱离这个绘画，我们就谈两点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哈。第一呢，就是在进入剪辑段之前呢，应该我这是对导演讲的，应该对自己的素材呢做一个胸中有数啊。比方说我自己的习惯，我会喜欢在这个纸上去归纳素材。那我跟 Larry 合作的时候，我想 Larry 他一定他体会应该很深的，就是我会对我的素材有特别强烈的记忆。就是当他需要哪一段素材的时候，他问我，我觉得我会比电脑更快。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会看很多遍素材，那然后我会去做场记。这是我当我开始放弃了剪辑的这个权利以后，我觉得我唯一可以抓住的就是我对我的素材要熟悉。就是我可以跟剪辑师去谈，我有这样的素材，我还有这样的素材，对吗？你可以试试这个，你还可以试试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要对自己的素材要了解。当然也有朋友劝我，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更先进的方法，比方说用 Excel 表格，可以把相同的场景相同的人物，只要用一个代码输进去，然后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但是我可能更老更喜欢原始一点的这个方式了。另外呢，第二点就我快快的说完，就是我觉得沟通非常重要，这是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学习到的。就是特别是在我的新的一部影片，就是去年出来的《少年小赵》这部影片当中啊。我之前我认为我跟我的剪辑师，因为已经有两部片子影片的合作了，那我觉得我们首先我认为我是非常非常尊重他的，而且我也是理解他的，同时我也是非常信任他的。可是在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感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还是出现了问题。我想各位应该知道，甚至有一度我们没有办法去
交流，让 Ruby 在中间坐下。后来我开始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首先我是非常相信信任我的剪辑师的，我相信他不会我总之没有怀疑了，所以呢。我认为问题出在沟通上。那我觉得可能是后来，我觉得是我的能力的问题，就是沟通的能力。其实这里面我刚刚在楼上还跟一个朋友讲，就是我觉得沟通本身是一种能力，有很多种沟通的方法。嗯，我们可以用书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用对谈的方式等，对吗？当然，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面都觉得沟通的很畅通了。100%的双方都理解了，可是我们一回家，两个人可能对同样的问题又开始出现偏差，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段素材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些新的分歧，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的问题，而且刚刚进在谈话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感触，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沟通可能是需要通过对画面的感受，对吧？可能它不一定是靠语言了，也不一定靠文字，它可能是靠的两个人的那种有一种共同的直觉，这个也很重要。当然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得有一种特别对这件事情特别重视的，一个准备，我大概就想讲这么。